我哋一年幾集都學咗唔同嘅拳擊嘅手法啦、步伐啦，同埋基本步等等嘅小朋友，你哋又記唔記得咧？咁我哋而家逐漸將難度提升咯，Kim。係啦，OK。咁我哋咧上一次做一啲閃避啦，咁我哋全部可能防守加進攻咧，咁我哋都會係。 捞埋一齐噶，系，OK。咁我哋咧可以练到啲乜嘢咧？就系练到可能帮到小朋友个脑部发育啦，因为可能即系有防守、有进攻咁样比较多嘢咧，好复杂，系啦。咁可以平衡啦，OK，身体协调啊，脑部嘅发育啊，都可以练到嘅。好啦，等大家咧思考都可以敏捷啲。好，预备好未？我哋嚟啦！开，好。咁今集我哋咧就会做一啲防守同埋进攻嘅一啲组合啦。啊，咁我哋防守完就即刻进攻，咁就会系有一个。 先機喺度啦，OK。咁我哋咧擺翻個拳裝先，咁第一個咧就係擋加一個直拳，OK。 咁我哋通常咧擋完之後咧，OK， 跟住咧就可以出呢個直拳，擋完，係啦，擋完呢只就出呢只，OK， 都係左邊嘅，試下喎，擋完拎高，都係左邊，左邊，左邊，係啦，試下嗱，你望咗先。 跟住喺呢度，好系啦，好快嘅，好系啦，二，好系啦，三，好系啦，四，好系啦，五，好系啦，好，总之都系呢边嘅，好系啦，好系啦，三，好系啦，四，好系啦，五，好。 系啦，跟住咧到右边，右边同样嘅呢手，跟住就再打出去，挡完之后就再打出去，拎一拎高，跟住就再打出去，试下落挡，跟住直拳，系啦，好嚟一挡，系啦二，挡咧四，系啦五，系啦六。 咁我哋咧加埋一齐两边，挡直拳，挡直拳咁样四下嘅，系啦，冇错啦。好嚟一挡直拳，挡直拳，系啦，记住要啊挡直拳，系啦挡直拳，系啦，我哋左左右右咁样。好嚟三左左右右，系啦四挡直拳挡。 直拳系啦，OK，咁呢个咧就系挡加直拳啦。咁第二个咧，我哋就会系闪加一个勾拳，闪系啦。哎呀，勾拳啦，两个识喎。好，咁我哋摆翻个桩啦。OK，咁我哋闪一个左勾拳，咁啊去右边，过嚟，跟住咧个膊头咧就对住对手噶嘛。跟住然之后咧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勾拳，系啦，跟住几好啦，行翻过去，OK，再兜一兜。 勾拳，系啦，翻翻过去，你三次，八兜，系啦，OK，攞翻去，四，勾拳，系啦，行翻过去，OK，最尾啦，八兜，勾拳，系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做另一边，吓，兜过嚟，就勾拳，记住只手我哋唔好摆低啊，好，行翻。 原位，OK，过嚟先，跟住就行过去，OK，个膊头啦，系啦，OK，带过去啦，二，系啦，行翻过去，三，系啦，四，系啦，行翻过去，五，系啦，OK，咁呢度就会系一个防守，然之后要即刻进攻嘅一啲动作啦。